虽然在这一届的世界杯决赛圈当中没有中国男足的身影，但是国足也进行了几场热身赛。在最近结束的两场友谊赛，中国足实现了全胜，主教练里皮更是对阵容实现了调整和磨合。虽然两场比赛都没有取得大胜，但是其中的战术训练意图是我们不可以忽视的，尤其是在明年初就要面对亚洲杯的情况下。在国足新一七大名单中，刚林冯潇霆等国足常客都没有入选。中国杯以及联赛中状态不佳是主帅里皮没有召入他们的主要原因，只有在接下来的联赛中端正比赛态度以及发挥出色，才有可能再度夺得里皮的信任。本次即使国足召入许多年轻球员，这些表现抢眼的 U23 小将也成功吸引了里皮的注意，大换血的国足在一定情况下能够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，这对于在中国杯态度不端正的国足来说或许是一个好事。恒大帮带国家队的失势也导致这球队要面对着新老接替的问题，中场核心郑智年纪越来越大的问题更要引起所有人的重视。我们以前期待吴曦能够代替郑智，可是时尚吴曦的年龄也决定了他的上限很难达到政治的高度。其实我们不必把眼光一直放在老国足球员的身上，一些 U23 球员的快速成长才是真正可喜的事情。当 U23 政策刚刚实行的时候，很多人对此都是嗤之以鼻。两个赛季以后，黄子昌被代表的年轻一代又引起了无数人的欢呼。在近期的 U23 比赛中，鲁能小将姚君成成为了继黄子昌后又一个发挥出色的年轻球员。出身鲁能的姚君成作为国青的中场核心，构成了未来国足的中场，在刚刚结束的国青队比赛中大放异彩，凭借自己精彩的传球帮助球队6-2大胜对手。其实姚君成的成长一直引人注意，因为姚君成在球队中基本是角球和任意球的第一选择，最近几年又是平稳快速发展。其实早在赛季前的亚青赛上就有了助攻雷世豪的精彩发挥，并且在联赛开始后把好状态保留下来，在郝俊敏的带领下快速成长。鲁能目前排在联赛榜首，离不开姚君成的精彩发挥。首先能看到眼里的是传中质量的保障，看不到的是他的大局观和扎实的技术能力。其实作为一名鲁能青训球员，姚君成的成长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，他的天赋是比不上93国青一代，没有刘彬彬和吴兴涵等球员的冠军头衔，但他又是幸运的遇到了 U23 政策的好时机，鲁能青训又是在快速发展阶段，这都给年轻的姚君成带来了红利。姚君成在联赛中已经开始崭露头角，在国字号球队中也奉献了出色的表现，在代表 U23 国足的比赛中，姚君成发挥十分出色，在对阵纳米比亚和朝鲜连续两场取得进球，展现了这位小将不俗的得分能力。在国足表现不佳的情况下，姚君成十分有希望得到吸引里皮的注意，在即将到来的亚洲杯中或成为国足又一名小将主力。作为 U23 政策的直接受益者，很多年轻一代都已经崭露头角，在最近进行各个梯队的比赛中，青年军的比赛更让球迷们感觉到满意。最近 U19 以及 U23 在多场比赛中连续取得佳绩，前恒大主帅斯科拉里也称国足在未来8年一定能够取得突破，再加上联赛中的 U23 小将表现出色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国足一定能够实现冲出亚洲的口号。对于现在的姚君成来说，需要大赛的磨练，所以在明年的亚洲杯当中，里皮真的应该带上他。毕竟作为年轻的球员，姚君成和很多的国脚相比更加的踏实，甚至现在的风头已经开始盖过了何潮。相信在亚洲杯上，姚君成也能够用自己的表现征服里皮。本文由足坛巴克原创，欢迎关注。
带你一起长知识。